现在呢，我就已经到了我朋友的生日会付无金了。不过坦白讲，我今天已经参与很多生日会这样哦。我先不讲这样多，我先准备一下那个生日礼物，然后等一下就要拿过去了。那么他的家呢，就是在这一条巷那一边，然后在左手边一点点，然后就是这边这一条巷的啦。OK。那么呢，因为没有 parking 位置，所以我就 park 过来这边。然后这边的亮度很暗，因为现在都整七点多，快要多少五分钟就八点了，所以就我先整理一下先。因为现在很暗的关系，所以呢，我就拿我手机来打灯，搞到呢，我现在在拍都市传说这样。没啦，我写个名字先，等一下，不懂是我送哎，是不是？哦 ，cosmic 送的，那也可以不懂，对不对？哦、OK。签了一个 Cosmic TV， OK， 什么屁都已经写完了了， OK， 我现在要下车了， OK， 不讲这样多了。那么呢，现在呢，我就拿了这样大盒东西过着去啊，啊，快点走过去先，因为已经很迟了。这个屋子看起来很像没有事情了，不要想都市传说了，顶你们了，没有，其实是我自己误会。就是在这个红宅了，没有，其实我是帮人家好红 ，OK， 所以我现在要走过去先。OK， 喂，哎呦，我是三百八了。等一下，有没有手？就这，等仔。谁霸王餐？等仔，莫太羞辱了啦。Thank you， 生日快乐，有谁来？哇。现在呢就已经吃完东西了，然后呢，就跟他切了蛋糕了啦，然后呢，现在就要走着去车上。那么呢，今天呢有一点点可惜可怜 ，OK， 为什么呢？就是我朋友没有来，我还以为很多朋友来了，怎么知道结果很不浪都没有来，来那几个不够好过没有？哦，不想多多了，所以我现在就走先了，不讲这么多，拜拜。看完下去，因为后面 ending 呢，我要讲一个关于我新系列的东西。
个已经要去啊，应该是啊，我是看到是这样子啊。哎，不知道这种东西，这种 fashion 应该也我不熟了哎。就已经吃完东西，然后回到家里来，然后我刚刚就去做一点我吃的东西，然后呢，现在我逃不了睡觉，就作为我今天 vlog 的 ending， 顺便来补充跟大家讲我要讲的东西啦。那么就是在前两个 video 我就发布了一个 Pongo Pop 的开箱啦。那么我在这边也蛮高兴，有位网友留言了，觉得你拍这种影片会有人看吗？我比较喜欢看你的 vlog 咯，无而已。OK， 林立伟。OK， 非常谢谢这一位网友的留言啊，我真的非常谢谢你。OK， 不用紧 ，OK， 因为我想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段东西。我突然间会拍这个 Funko Pop 的开箱影片系列呢，一来是因为我最近突然间蛮喜欢 Funko Pop， 然后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有追 Funko Pop， 所以呢我就可以跟他一起，就是借他的来顺便拍开箱给大家看这样子，一来。我的观众们如果是喜欢的话可以去看，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就可以等我出 vlog 的时候再来追我 vlog， OK， 所以这一点我是想要讲啦。然后再加上呢，讲真有没有人看，像我最起初出的影片都是没有人看的啦， OK， 只是现在稍微有一点的人看。那么我觉得 Funko Pop 这个开箱影片这个系列可以帮助到我带来一些新的观众啦，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。因为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是我喜欢，然后我纯粹拍来分享这样子。在看着这一部影片的大家当然也不用担心， OK， 我的 vlog 系列呢我一样会继续拍的， OK， 但是呢不会因这种什么Funko Pop开箱或者是其他开箱影片而影响到我的。因为本身收集这种玩具啊，这样的东西，这种模型都是我的兴趣。然后再加上这一个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个 Cosmic TV 的 channel 本身原本就是做这一个东西的。那么其实怎么讲呢，我有想过要不要迟点不要再拍这种开箱影片，但我想到最初的观众们可能还在的，我就想要坚持继续有拍一些就拍这样子的，所以这个是我的个人看法啦。所以这一集的 vlog 呢就到这边，非常谢谢你们看到这边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 的话，那你在等什么呢？下面红色按钮跟我一个手指动下去，并且按赞以及转发这一部影片。所以今天的 vlog 就到这边，我们下去见，拜。Always gone when I need you. You know I'll be there for you. Where are you now? Where are you now? Always try my best for you. You just know it is.